那你几点起来用这些学？虽然现在是阴性，小心有后遗症，不要太累。没事啊，头跟喉咙都不痛，挺好了。既然都好了，那青青应该没关系吧？赶快吃啦，特地准备你来吃。青青才要吃。我要的青青。我还有很多工作要签，我先回房间了。